国基老师为自己所下的一个注解，洞房不应该只有旗袍、刺绣这些刻板元素，希望能够呈现出更有趣的新想法。这是林国基老师认为自己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一个区隔。而在本季的作品当中，林国基老师他是运用了台湾原生花卉故事作为主题，诠释在地的特色，将花朵、叶脉等自然的图案幻化成为时装的美丽外形。在墙上，太阳传统衣服剪裁的线条，西方缝制的精细工法，极力修饰身形，展现出东方的女人味。